大家多多配合，不要影响到场内球员以及教练以及比赛的进行，再麻烦大家，谢谢，拜托了，麻烦。今天秀的悍将在一局下半的进攻，目前两队4-0，暂时有4分的差距。要不是非常感谢我们带动引援的 Travis Kevin 跟富邦 Angels 的麦力带动引援，谢谢。请看栏目广告。好的，再次提醒大家，请务必不要往舞台方向来发声。